别人弄一下吗？因为我们公司给你拍了好几天了，我们都来了两天。你让别人弄，你觉得别人有空吗？我安排他们的安排就好了，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弄的，他们弄的我不放心呢。那你看吧，这网不接你拍一下，然后其他的看看我们能拍的，我们就自己拍。哎呀，操作起来，操作起来。哎，分房你们要拍什么情况？分房随便什么都可以，一样的反正。那为啥之前做1517的时候不拍？什么时候做过1517了？上回法金组的不是做1517了？他们不拍安装的，他们拍接线的。接线的那个找方便的比较好，找小宋。我已经找他了呀。这个有反光啊。就那可以安装。那就调重新拉过来吧。不用，可以拍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要撕也就撕掉。反正我说你撕的不是我。这个讲解一下，是哪个是启动，哪个是上行下行，不然我们看不清。